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复活，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。复活节就快来到，普世的基督徒热切期待这一日的来临。天主教更加会有一连几日的礼仪去迎接复活节，当中为门徒洗脚和最后晚餐的情节更加会临现眼前。就算是 Good Friday 都是一个痛苦的一日。生命恩泉今个星期日下午4:35带大家去了解天主教复活节三日慶期，体验礼仪的奥妙。